在传统习俗里，元宵节前都是过年。秀林乡公所15号上午就在秀林乡公所二楼举行了新春团拜，乡长王玫瑰也向公所全体同仁们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，在新的一年虎虎生风，恭喜恭喜。在秀林乡长王玫瑰的带领之下，秀林乡公所全体同仁们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，尤其在农历的虎年，大家能够虎虎生风，虎年行大运。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，乡人3年多了，非常感谢全体同仁们的支持，共同来推动乡镇的工作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，来营造最幸福的城市。今天是元宵节，在这里祝福我们所有的员工元宵节快乐之外，在新的一年虎年都能够行大运，虎虎生风，因为我们这只虎是有福气的虎，所以我们要造福给我们的乡民。谢谢大家过去3年对公所推动所有的工作都这么的努力，这么的积极，那未来也希望我们共同打造最美的秀林，最幸福的秀林。谢谢大家。秀林乡公所贴心准备了小点心，让同仁们来享用午餐，同时也响应环保爱地球理念，大家也准备自己的碗筷，而不是使用一次性的餐具，不仅达到资源不浪费的理念，也成为公部门的典范。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，公所同仁们是相当的辛苦，全力协助地方推动各项重大乡镇工作，在新的一年也祝福大家虎年行大运。记者江毅，秀林乡报道。